国立南投高中优大社队日前参加伫咧花莲县立体育馆举办的全国室内优大社比赛，一路过关斩将，得到全国室内优大社比赛高男组的冠军。这是109年以来头一届得到室内冠军，消息传到学校，让全校的师生拢相当欢喜。南投高中包队赞不赞？赞！今年到全国室内U大赛比赛已经结束，南投高中U大赛校队是打败全国的好手，得到男足组的冠军。这是为1909年开始第一届来得到第一名，唔能选手甲教练拢相当欢喜，全校师生马东伟英感觉真光荣。非常感谢教练给我们高级技术的指导，还有我的队友，让我拿到这次的冠军。我们本身条件就没有别人那么好，然后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比别人更努力，心态更稳，好胜心更强，比别人更想拿到冠军。在女足组的部分，南投高中这届是来对到世界国手金碧如中，伊用伫比赛拢伫一分钟内就结束。这届选手运用战术是来优甲将近三分钟，虽然来得到第二名，但是对选手来讲是已经达到原本设定的目标。金美女中是世界顶尖的选手，然后我们这次对上他们的时候，其实内心很紧张。在拉的过程觉得，我们团队发挥得很不错，然后也做到我们训练上原本就设定好的目标，然后希望我们下一次可以打败他们。面对着全国比赛，这个教练是进行比以往更加辛苦的训练模式，校方也是全力来协助着选手，因此这个有这么好的成绩，会当恭喜是真名贵。我们面对长胜军那个新社高中跟寿山高中，他们也都是在每场比赛的常胜军啊，那么我们也是慢慢的从中摸索，没想到他们也相信我的课表，相信我的训练模式啊，大家也训练的都是账单全收，也都苦了他们，也辛苦他们。我想南投高中今年在拔河队男子队在室内比赛赢得了全国冠军，女子得到的亚军，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我想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美好的结果。也祝福这些同学取得了国立大学的甄选资格，那谢谢他们平常的练习，辛苦是值得的。相信在校方以及选手的努力下，南投高中优大所一定会越来越厉害，并继续为冠军争光。记者李伟鼎报道。